好，欢迎收看《传说中实况台》啊！我是陈弟，今天我们台塔利亚又回来了。我们现在玩也是一样啊，正常就是打 boss， 打 boss 打什么？打什么 boss？ 就是肉山后的 boss， 肉山后是什么？什么 boss？ 就是打完肉山过后啊，就是你的武器差不多的时候，你就要打的那个双胞胎，就是两粒眼睛的那个啦。啊，今天我也是照常邀请我的另外一个实况组啦，来一起打 boss 啊。OK， 我们来讲一下话先。OK， 我是宋子威。OK， 欢迎来到双子说游戏实况台。OK， 现在去玩那个特拉利亚打那个双子岩啦。OK， 去开始游戏。OK， 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啊。OK。这次是要连线实况啊，一起连线这样啊。等下先看看有没有 WiFi 先，等下没有 WiFi 连不到我们用。咦 ，WiFi 干弱、哦，哎不用紧啊，可以连的、啊。就我先进你世界啊！你进我世界，进我就是进不进哦。在玩你了，知道啊？这个双胞胎的话，你要他自己刷出来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所以我现在有一个可以自己制作那个他的召唤他的东西的那个。一个颜料样啊，就是可以做它的东西啦。就是机械魔眼啊，就可以召唤双胞胎啦，就是这样哦。然后现在我的那个晶状体应该有啊！你看来玩 Terraria 的人每天都会遇到那个眼睛，那个恶魔之眼，不是恶魔之眼。我拿了就丢不可以用，就是恶魔之眼啊！我啦，玩 Terraria 啦，玩了这样久了，我竟然把那种这样好用的东西当做是那个垃圾来丢一垃圾桶，好像你讲我废吗？很废笑哦，不错啦，很废笑哦。来来来，你去死！眼珠快来呀、啊，眼珠快来呀、啊！你给我掉啊！不要掉黑色的啦！不要掉黑色的啦！掉白色啊！哦，不要白色啊！我急哦！掉！你掉了！掉！你到底要哪几个？三个就能要。如果要召唤两次，换哪六个啊？不需要啦，一次就赢了啊，可以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一定赢的嘛，不用讲啦。那如果输啊？输了啊！输了很不，我也不懂啊！输了就输了哦。输了一点啊！等一下，搞翅膀啊！翅膀哦，对哦啊！啊，你们新版的《Terraria》是翅膀，现在树妖有卖吗？树妖有卖的话，就是应该是在血月的时候有卖嘛。然而宋子威的那个《Terraria》它没有那个血月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时机不到了，应该是不到了，所以就做不出来了，做不出来了，所以我就先跟他买了先啊，他就还我钱了过后，然后我就跟他买一样啊，就是失手怎么可怜懂，这是超聚焦你懂吗？哎，我这边有一个金装皮啊，不需要了。你讲啊，这个毒法杖啊，不能打吗？打一两黑色蜘蛛快掉了啊！你们自己想呀，我做错了先啊。双胞胎我做了啊，现在啊我做了啊，你们不要看着啊，你看我做了。毒法杖我跟你讲，我有两只咯、你要翅膀吗？来我世界，你来我世界。可是我没带金币。啊，你不要带金币啊，改善还我了。OK 的，好。快点哦！
样子啊。你有拿给你，你跟住我先，你跟住我先，你跟住我先。不是，那什么十公斤？我找一下，我找。给我啊，上去大一点嘛，大一点。没有找到。啊，这边对。啊，来来，快点把这个老商人了，这个商那个第二层，然后第一个那个靠近老商人的箱子里面有一个翅膀，那些拿翅膀呀。是哦，哪一个？然后你先佩戴你的，佩戴是旁边。那个什么鞋要脱掉吗？哪一个？我看一下。然后马甲可以脱掉了，因为翅膀带有翅膀的话，马甲就没用了。Okay. 可以直接丢掉它，马上。我不要丢哦。不要丢啊！不要丢就不要管它先哦。Okay. 翅膀佩戴了没有？佩戴了。然后时钟剑快给。时钟剑啊，你要吗？要啊。时钟剑啊，大腹魔之剑啊，不是时钟剑啊。哎呀，不过我是在石头里面找到的啦，所以就叫它时钟剑哦。就对哦，我丢下去啊！等一下，你自己捡。丢啊！我丢下面的啊。啊，你这个丢我、哦。你去捡一下啦！你丢下你的那个礼物啊！我丢、欸、啊！我背包还有去捡啊！捡啊！那、啊、你东西要给我啊？不是啊，又不是两副法杖吗？法杖。给他一把损坏的啦！做人啊，好一点啊，难了，去捡啊 ！OK 可以了。OK 咯，损坏的啦，给。哎，你有子弹啊？我子弹不够啊。子弹哪里？哪里有子弹吗？哎呦，我没有用枪了，我。你这么这样，别，我去给商人买一点先。你等一下先，我给他买一点先。金币四个就够了啦，买多一点啦。做人慷慨一点，懂吗？有钱就买多一点，懂吗？这是我教你，我教你们的。如果打败我，如果打不败的话，打败你包。不要啦，就不要这样。你看，买完它啦，哟，没有钱输啦，现在啊。好了。才分五个黄铜，不够了啦！哟，一百个哪里？一百多是什么东西？一百多哪里够？哟，买多一点呐、啊！废了咯！你看你那条东西，那条白色的，还死了，还不是因为我的剑？屌吗你？哦，你下来，你跟我站在一起，呀来呀来，你看看保护的，看到吗？保护的，不要拿了，那种被羊子，咦，我拿到了，给我，手里有，不要丢掉了，去了。啊，很厉害，我的子弹啊，有多少力啊？425。OK， 我现在跟你们讲一下那个打双子眼的那个秘诀啦，就是秘诀啦。首先，你一定要有一把这个，虽然很差啦，懒惰了嘛，因为是烂的喽，比较没有强啊。这打肉伤就给拿掉了，基本上就这个。发条式突击步枪的话，就是它可以连发那把，好像迷你杆一样啊。你可以或者你不要这把，你也可以跟那个武器商人买那个，那把叫什么啊？那把叫什么啊？什么鲨鱼的啊？总之是好像鲨鱼这样的枪啊。它的攻击力也是没有讲极好啦，可以啦，还可以打啦，因为只要是连发就可以。
讲真的，你要去打没有？等下要打。讲真的是连发就可以，连发还可以。还有你一定要有这个小鬼法杖，小鬼法杖你要怎样吗？小鬼法杖你就是要可以召唤一只火焰小鬼哦。十三个弟弟看到了，现在看到了，眼睛很丑。现在，走开嘞！我要给他看一下，你看他这种真啊，看他真面目嘛，好像猪这样，看到吗？飞飞。就是这样啦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这个小鬼法杖，一定要召唤他出来。你没有召唤他出来，你后悔终生。你没有什么后悔终生啊，就是你会比较难打啦，比较难打这样哦。我的世界本身是已经打了，然后宋子维来没有打，因为他的武器有一点烂啦、啊。什么烂啊？也没有讲，讲嘛你，没有讲几烂，还可以啦，就是这样啊，然后我就他就叫我打一下这个 boss 面一起实况这样啦，就是给你们看一下我们要打的过程哦。然后你要打的话，你打完过后可以拿一个四域之魂，就是那个人那个好像光明之魂这样的东西啦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打了。打东西我的世界打了，所以我的世界不用来打了啦。然后我就去打宋子维的咯。OK。退出一下嘞！你看你，快点呐、啊，很慢呢、啊。你看观众要等住，懂吗？等一下，快点嘞！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不要观众慢慢等，等一下，很快就可以到了。这段啊，你们可以打掉了。其实你可以，不过不是啊，我是想打掉这个等待的这个时间呐、啊。不过几秒罢了啦。不需要打掉了，一下子就到了的了。OK， 他的松鸡位看到吗？就是他的名字。小屁哦。OK， 我们来到世界。世界，看到吗？他的屋子高的好像。什么东西这样啊？不知道了，比你高就好了。啊，而且哦，它天空啊，有一种很不知名的东西啊，就是俩看到吗？这样一只，哥哥有没有看到吗？看到吗？走开嘞！我看，我放大一下看一下嘞。能看到吗？什么来了？看到吗？什么来了？我不知道啦，不要讲啦，这东西，十八禁啊，不要讲啦哟。而且它之前是不会飞的，所以它见到这种很不符合逻辑的东西。对吗？很可怜哦。OK 啦，我们现在是要等到晚上还可以打。啊、所以，我们趁这个空档，我们就你打不行。趁这个空档，我们就随便去在那个孩子世界走一下这样哦。走一下这样啊，走，就是走，就单纯就是走不了啦。啊，世界也是打完漏三年了。想看一下我们打漏三也是可以给我们点评，那个评论也可以打，就是打给你们看那单纯就是。哦。哎呀，我要打你是吗？啊，对，看在我手上这，剑，你们在讲这把剑是什么剑？这把剑就是，传说中的光速剑。这把光速剑呢，怎样得到呢？等一下，有人打我啦！怎样得到呢？啊，怎样得到？就是这种一个，就是一个问题啊。怎样得到这把剑？它的攻击是71近战伤害。这把只是我拿到的唯一一把，它掉出来的主人是。武装的骷髅，你把他打死，有几率会掉出来。不懂，我不懂什么几率啦，有多少几率啦，就是会掉出来。一开始我以为这把没什么用，
然后我就捡人家喽，捡人家班长的武器是最强71攻击力，71攻击力好吗？各位看到吗？71攻击力，怎么又打我啦？哟，怎么你这边会荧光蝙蝠的？然后李商人就摸下来的，不要管他啦。然后呢，啊，这个呢，光速剑就是收五伤害5%致命一击咯。等一下啊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录到哈，我怕没有录到啊。OK， 有录到。等一下。OK， 我回来了。OK， 网上了没有啊？现在 OK， 到网上我们即将就是要打那个双子之眼，所以讲你不要在我家打，你不要靠近我家，你离远一点。OK 咯，离他远点哦，因为各位也知道双子眼有穿透力量好吗？然后就是什么啦，就是这样啦。然后就先上路子，因为他今天生了很多场。我问他要不要清除，他跟我讲他不要清除，因为他讲今天这样子很美丽。文化艺术，懂吗？哦，懂吗？就是这样啦。这个就是他之前智障，懂吗？叫我去。哎呀，好吗？现在，极度慢了吗？好 ，OK， 我想我们现在玩的时间也差不多要结束一下了。打的话，我就会出 Part 2啦，就是我们现在是 Part 1嘛，所以我们就 Part 2咯。我们Part 2再打好吧 ，OK， 啊，今天的实况就到此结束，我们下集再见 ，Part 2再见，拜拜 ，OK， 实况。